刚才这场雨啊，下的实在是太大了，你看已经停了好多了，差点把我20多收的牛仔裤给淋湿了，还好我收的及时啊，并且呢我已经把样衣全部都挂出来了。你看这一批咱们的牛仔短裤啊，有牛仔短裤，有短裙，还有这种的长半裙啊，咱们呢都是20多收的，有两个牌子的，一个是咱们经常见到的这个思美乐家的，还有一个就是韩标佳佳的。这一批的牛仔裤款式啊、面料啊都是很好的，这个牌子啊，它牛仔裤摸上去很柔软很舒服的穿上，而且它三标齐全啊，你看防摘扣啊、吊牌啊，还有后面这个皮标全部都是有的。然后这一批有短裤有短裙，风格超全，还有这样辣妹款的裤裙啊，还有这样休闲的短裤。你看这个裤子颜，你不管是从它的颜色、版型还有面料，你看做工也是超细节的，你看里面这个包边啊，这个包边全部都有做的，还有后边的皮标整体呢也是很上档次的啊。咱们收了一个是思美乐的啊，一个思美乐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佳佳佳的，看韩标佳佳也是三标齐全，防摘扣，带吊牌，带韩标啊，然后所有的东西呢都是齐全的，尤其是今年最爆的火的款啊，带一点这种辣妹款式的啊，穿上真的是没谁了。里面你看它这个安全的，加了一个安全裤啊，全部都是裤子，防走光的一个裤子，你看这个颜色真的是超正 ，A 字超显瘦的，并且这一批真的是很惊喜了。还有这样的长半裙，你看这个长半裙款式真的是没得说啊，色系也好多啊，都是今年比较流行这种的色呀、款呀，还有这种带一点鱼尾感觉的，整体真的是很漂亮，太惊喜了。那我要去配这个思美乐牛仔的裤子了啊，好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